全港女艺人 Instagram 粉丝人数排行榜。 TVB 离最近的不是香香，也不是翠如 BB， 而是她。没想到曾经叱咤风云的香港乐坛，在这个数码时代也不过如此。加密演戏的艺人都只有四个人的 Instagram 粉丝人数冲破百万，快来看看这排行榜有谁吧。乐坛一姐，网上图片。作为当今香港乐坛一姐，第十位其实只算一般。不过其实周丽都十分落心机去经营她的 IG， 平时食餐饭都会影碟食物放上去。周丽在 IG 上除了会分享自己的个人自拍，还有跟朋友的合照，一堆工作相，而且还很喜欢拍下别人的动态。曾经的魔界女神，网上图片。 Chrissy 虽然是中国地方出世，不过15岁便移居香港，加上本身是广东潮州市人，所以一口广东话都算讲得不错。2006年出道，在09年暑假推出写真后爆红，成为当时年轻人的追捧对象，一众粉丝就由那时可以出起。然而他便渐渐收起性感，向电影路出发，今年更被提名金像奖最佳女主角、最后五角，实力备受肯定，多粉丝绝对不出奇。他的 IG 主要集中是个人照，跟朋友的合照和自己的爱喵，当然已经完全收起了性感。香香有份绝对无出奇，网上图片。香香在夺得温哥华华裔小姐冠军和国际中华小姐冠军后，于2011年正式出道，凭住其外形很快被得到网民的宠爱，更获封为香香公主，所以粉丝数高绝对不出奇。他在 IG 上最多的当然是自己的镜像，长腿、低胸等性感美样都有，所以去 IG 绝对值得 follow， 因为真戏好进。戏翠如 BB， 网上图片。连续两名都是 TVB 的女星，翠如成名之路可以说是相当之快。2003年加入有线做娱乐新闻台主播，后期开始主持旅游节目，变成小有名气。但说到真正的出名，一定是加入 TVB 以后，除了继续与拍档洪永成主持旅游节目大受欢迎之外，一开始接拍剧集《在师傅》、《明白了》和《爱我请留言》两套单正的剧集，得到观众热烈欢迎。他的 IG 亦有一种文馨的气质，香的意境亦相当有质素，大家不妨看看。阿萨高过师姐 Joey， 网上图片。 Twins 一直都是人气保证，根本不用说他们出道最红的时候，即使现在重组开红馆骚一样场场爆。阿萨有这个粉丝数目绝对不出奇，甚至高过同门师姐 Joey， 其实阿格斗都不低，有大约60万，可惜他的事业中间发生了些不幸事情，对此亦有所影响。阿萨的 IG 通常都是个人照和工作照，简简单单却看出了他个人的真诚。摇滚天团，
One Republic。 4月25日大马 High 爆开场，立即点我购票。福禄寿十周年演唱会2018大马站，6月2日隆重开首，立即点我购票。一向出名粉丝多凯千画网上图片，即使好多人画千画唱歌做戏都未算最 top 的一般，但他无论在歌影都夺得过重大成就，歌唱奖项基本上已经大满贯，而在电影方面更是夺得过金像奖影后。千画一向出名粉丝多，所以在903的我最喜爱的女歌手上夺奖是最多的一位，总共八次。至于千画的 IG 个人相其实不多，不过就好多跟朋友的合照，最紧要是和 Nan Taurus 的互动。 TBB 最高就戏曲网上图片，定心是目前 TBB 女艺人当中 IG 粉丝数最高的一位，当然在 TBB 也是最为力捧的花旦之一。当年参加新秀歌唱和 TBB Cover Girl 入行，在 TBB 经历多年的沉淀，终于凭《会同你 OT 破风势》后，再凭《城寨英雄》林庄风头一时无两，粉丝人数自然急升。在 IG 上除了不时会展现她打女的身材，当然少不了一般胡说八道的好姐妹。哪个真秀孤独道网上图片，无戏讲笑 Fiona 排到上第三的却有些意外，不过深深一层，其实 Fiona 一早已经努力拓展华语市场，国语碟和电影愈作愈多，能够成功打入华语市场的人粉丝数目自然增多。当然他也是十分努力经营 IG， 更新频率十分之快，而且十分多自己的镜像，重有好多片天，好正常的网上图片。讲到打入华语乐坛，又点少得 RGEM 自从上了中国的歌唱节目后，人气一直急升，虽然已经少返来香港，本身亦是上海出生，不过又很难将他排除在香港人之列，希望他未来出多一点广东歌吧。在 IG 上当然也是比较多他的个人照，而且实物相列相当之多，大家中计无忌的曲其实系香港人离网上图片。自从去了中国发展，嫁了给黄晓明和参与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后，便在中国爆红，其实跟现在的陈伟霆十分相似，也是一个在香港发展平平的艺人，去到中国便爆红的例子。而且他高出第二位的 GEM 接近一倍有多，数字是真的很夸张，在 IG 上当然有不少他的镜像。